大家好，本周小记者大爆料呢，首先先带给你满满的本周娱乐 Top 3。 第一名呢是谁？我们来看到邓家华，他又谈恋爱了吗？到底他有完没完？之前跟就是一些你知道一些女性，然后传出一些就是说啊谁爱谁啊，一起合作拍什么啦，对啊，我都觉得谁要跟你谁好。今天呢又传出交往这件事情，结果人家急着要澄清说根本就没有，我单身啊。我们来看邓家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竟然去直接一直在网络上面跟人家告白，然后呢频频被打枪。哎，大家会不会觉得邓家华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子厚脸皮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哎，邓家华你到底要爱多少人啊？还有呢，他这次还跟人家讲说，哎，我因为你，因为是你，你是我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然后不断的告白。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不要骚扰人家啦，好不好，邓家华？好，另外一个呢，本周的 top three 第二名、第二热门的呢，就是酷炫。哎，酷炫跟这个他旗下的艺人啊，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有掌握到酷炫的这个独家回应，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们三立新闻网的新闻。主要是一个萱姐陈妹的妹妹艾辰，这一次呢上了九妹的节目，九妹呢发起一个百元减法，跟这个6300元找的名设计师 Andy。大家想想看，如果找有钱的剪跟百元理发到底有没有差别？像我自己，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的时候我可能男生旁边要理干净，我就找百元剪发，我觉得 OK 啊。可是有时候你知道细节，像我有时候去找东区的比较贵的一些设计师，他是会连你这个边边这些都会修得很干净，鬓角啊什么的细节都会修到。但是呢，哎，到底这个酷炫跟这个姐妹花两个人？去参加这个活动，去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录完以后，结果这个妹妹竟然爆哭，她觉得说，哎，为什么剪出来会是这样子？然后大家也是，哎，很关注这件事情。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怎么样？花了这么多钱去剪，那难道是剪个安心吗？就像有的人会讲说，哦，我吃补品越贵越好，是真的越贵越好吗？我觉得发起这个议题是很有趣，不过后来反而这个妹妹她，因为她剪完以后觉得，哎。就是他不是他想要就哭了，那大家又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不专业不敬业啊，就是反而去骂他。我不知道大家的观念是怎么讲啊，但我觉得本来做这种有点实境的这件事情就是比较直接的嘛，对啊，那为什么不能直接这样反应？那酷炫也觉得就是因为爸爸出来喊话，我觉得这件事情闹到后来有点就是各说各的话，但我觉得酷炫说的也是对啦，因为基于老板的状态来说，他当然是会保护他的艺人，他也是细心去栽培他的艺人啊。那他的艺人当然发生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后面讲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有点重的、啊。他就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网红自媒体嘛，那你自己可以去经营自己，那要解约也是可以。我觉得酷炫你这句话讲的有点重了、啊，但是我也是觉得大家应该要理性看待。我觉得每个 YouTuber 都有每个 YouTuber 自己的风格嘛，那他很直接的表达。他自己觉得不喜欢，那这样就是不敬业吗？是吗？难道如果说他真的包装自己去做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有这样的反应，那就是想要的呈现嘛？不然百元跟千元，如果是我，当然觉得几百块可以解决，是因为什么要花到几千块？做这个实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嘛？对，没想到竟然吵到 top two。OK， 好 ，top three 呢？哎，最近也很夯，从原先有一个是烧到这边，就是这些艺人都是台湾人。然后我讲几个好了，像是舒淇，大家觉得他是哪里人？好，还有另外一个吴倩莲、王祖贤、应采儿，哎，这几个是哪里人？我觉得很多因为以前的港片的印象，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他们应该是香港啦，或者是以前很流行，就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像孙燕姿，对，就是从国外来的。但是呢，哎，舒淇、吴倩莲、王祖贤都是台湾人，而且他们都是在台北。然后吴倩莲是云林人，应采儿也是台北人。因为应采儿嫁给陈小春，所以会比较觉得就是应采儿是香港人，但。对，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就是他的表妹，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时候我也想说，哈，他是你表姐，后来我才发现，哎，他是台湾人。但现在呢，又延伸出来了，这些艺人呢，哎，竟然不是台湾人，有谁？邱风泽跟林俊杰，还有，我觉得有很多，哎，像大家刚我提到的孙燕姿，还有蔡健雅，虽然蔡健雅也有在台湾住，但是蔡健雅其实也不是台湾人。By Two 啊，黄靖伦。还有几个金城武不是台湾人，
金城武不是台湾人，金城武不是台湾人，应该不是吧？还是金城武是哪里人呢？另外呢，还有叮当跟陈芳宇，巫启贤也不是台湾人，梁静茹我知道。好，这些呢，我觉得的确，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既定印象觉得啊，他有可能是从国外来台湾出道，尤其是在我刚讲到孙燕姿那个时期，很多歌手都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来到台湾发展，包括很多港星啊、日本的都会来台湾发展，毕竟台湾是一个娱乐这个大，就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嘛。对，好，本周的 Top 3呢，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尤其是酷炫那个。我觉得百元礼法跟千元礼法的确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我觉得妹妹就是引起很大的争议，可能因此大家就有一些讨论吧。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更值得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还记得前一阵子就是大 S 有讲说20年前的电话留着，然后鞠婧祎打电话给他，两个人旧情复燃，然后在一起，现在结婚了，而且呢，很多很精彩的照片呢，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一起来回顾。我个人是觉得鞠婧祎真的是越来越帅，有没有觉得？虽然以前他那个护龙那个形象就是很精壮身材那种，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也许不是他们真的结婚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反而是现在，你看，我自己觉得鞠婧祎就是有那种可靠欧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有一种成熟大哥哥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浪漫。他在节目里面有讲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就是真的爱一个人，真的会去这样想。他那时候有讲说，以前他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韩国还没有芒果，然后他在台湾就是因为跟大 S 一起吃的芒果，然后因为大 S 很爱吃芒果，所以他反而是回到韩国，因为后来两个人分开，他一看到芒果就会想到大 S。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一个人，但在他心里面，其实他就是一直爱着大 S 啊，就是会想他喜欢吃什么。然后这是他们的结婚照，我就姑且称他为结婚照。我这次对大 S 的这个，他穿的衣服我觉得非常的惊艳，是像这一套，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裤装，就是很有大 S 的风格，然后两个人就是这么幸福甜蜜，放闪给大家看，在录综里面，然后还有回顾了一些他们以前的照片，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幸福的模样吧。我觉得大 S 之前很少会曝光这类的照片，就是有点好，这种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回到了20年前，两个人好像那段恋情没谈完，然后现在才把那个故事继续走完。这个就是20年前他们两个人的照片。那时候鞠婧祎还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超有趣，是他们两个那时候是密恋，就是也不能让大家知道他们两个谈恋爱，所以鞠婧祎为了来台湾找大 S， 他还为了他戴假发，然后他说大 S 也有这个照片，不过他不能公开，说不定有一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大家还记得吗？就当年的酷龙跟大 S， 节目里面有回顾这些，就是他们当年的照片。其实我真的还是蛮想要看你们那个假发的照片。对，好，接下来这张照片呢，我个人也是非常觉得，就是为什么鞠婧祎那么浪漫？浪漫的点在哪？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结婚戒指就是一定要钻戒啦，或者是什么的。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你拿瓶盖来跟我求婚，我绝对不会答应的。但是呢，他们什么样实体的钻戒都没有，他们给的彼此是真的一辈子都拿不下来的结婚钻戒。他们结婚戒指，他们是用刺青的，很浪漫哎，不觉得很浪漫吗？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愿意为了你，然后用刺青的方式，其实我真的从来没想到说可以用刺青来刺戒指，但的确也很有大 S 的风格。像大 S 最近也有秀出他背上的刺青，就是也是蛮特别的。好了，讲到大 S， 一定讲到妹妹。之前我觉得小 S 很衰，之前就是鞠婧祎的事情，然后一直小 S 刚好那时候发行新单曲，然后就一直被说，你一直在蹭你姐姐的热度，然后她的那个专辑整个就被姐姐这个结婚的消息给掩盖过去了。OK， 好，现在小 S 你应该开心了吧？因为你的影片被你的偶像给看到了，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刘在熙看到，然后还有回应。看小 S， 就是鞠婧祎透过鞠婧祎，然后给他看影片，
是不是很爽？如果是我能够给我的偶像，像之前也是有，就是比方说我朋友去同事去采访我的偶像，我就跟他说拿我的照片给他看，告诉他我很喜欢他什么之类的。对，总之呢就是满满的幸福泡泡，对不对？如果两个人能够相隔20年，然后又走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蛮不简单的啦。那我们今天也做出了一个回顾的整理，就是我们找了以前的一些资料画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 S 跟具俊晔呢两个人是怎么样相识相恋。你好 ，JO， 你好 ，JO。大 S 闪婚就爱具俊晔，当年两人低调交往1年多，库隆来台发展时就常上大小 S 与百宣传，啊，这也算是两人感情记录时。那具俊晔目前没有女朋友，所以呢，他会不会在台湾交一个女朋友，然后带到韩国交往，或是让两隔相地的谈恋爱？什么？他愿意了，愿意跟台湾，对不对？那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台湾女生呢？좀착하면좋겠고，心地善良的。心地善良的，我输了。光他们说不准，所以我们现场呢做了一个那个心理测验，全都是这个颜色啊。对，那一个，这个，那一个，赢嘞。他们喜欢对象是 SOS。好帅，好帅哦！真的很难令人相信啊。他们的写真集非常非常的酷哦，在这边我要翻一页很精彩画面给大家看，你看，天哪，肉太多，对不对？他没穿内裤吗？根本，光头会真的留一辈子光头吗？男人以后结婚生子，老了都要用光头。Go do physical body 的，就这么坚持，好坚持哦。You love 光头， you love。那阿基都光头了。他说他把他的小孩也是要光头，那变态哦。那他的老婆要不要光头呢？可以没有，可以给 wife 呢。不光头。我们 SOS 以前常在节目上就是帮 Clone 做宣传啊，然后也常夸赞他们什么的，结果没想到他们来到台湾之后，竟然就是把我们100%通告推掉了。I don't know what's wrong。宝拉当时因为库隆正红，韩国公司又下禁爱令，两人恋情无法公开，最后库隆退通告避嫌，大 S 莫名变成剑拔。我姐才是真正最倒霉，而且可怜的是呢，她现在还要忍受库隆的歌迷一天到晚传真进来指责她，说她什么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们懂什么啊？真正可怜的是她哎。来了，现在库隆来了呢，躲起来摆高姿态，什么事都不敢讲，那她算什么？现在全台湾的人都觉得他在倒贴库隆，太开心。我觉得不管是韩国经纪人的错，还是库隆本身俗辣不敢把话讲清楚，我觉得以后我们干脆连朋友都不要做好了。如果要搞成这个样子，太近。那我个人是对这件事情不发表任何意见啊，就像我从头到尾也没有跟记者接受任何的采访，然后我也是没有什么任何意见要发表，就是这样。那我刚是被那个风沙吹进眼睛里，现在全台湾都觉得你好像在倒贴他，在你是花痴什么的，可是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啊，谁对谁还不知道嘞。那这一则有关库隆的消息还要不要不要啊？谁欺负我姐我就跟他算账，我干嘛还播他新闻啊？他这样欺负我姐。前一阵子大家是不是都会看到周杰伦这天王啊？哎，我以为他是出国去玩呢，他的 IG 一直 po 他去欧洲啊四处玩的这个照片，让我看了觉得哇也太羡慕了吧。结果不是，我觉得周董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出国呢其实他真的是默默做了太多事情了吧，包括最近啊就是5月的时候老婆昆凌产下了这个小女儿，然后呢又接着宣布什么非常重大的消息，就是呢他7月要出新专辑了，然后呢又让大家回顾，他就发了一个纪录片让大家回顾，哎，我之前不是去玩了，我之前是去工作的。因为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巴黎歌剧院去录他的新专辑。哎，我真的没想到，哎，真的是只有周杰伦能够超越周杰伦，而且他还在这个巴黎的火车站然后弹琴创作。我真的觉得周董你太厉害了，这张专辑也太令人期待吧，因为前所未见的创作方式，是不是很想听一看他的音乐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呢？我们来看看周杰伦这个纪录片到底他去巴黎怎么样来做他的新专辑。所有歌迷都在期待啊，这是跟专辑有关系的，旧货市场其实是有一个计划的。为什么？因为呢，红毯直到这里，
我至少有红毯的地方。哎，周董的说好不哭都快变成说好不发了。十九号终于在 YouTube 公开新专辑前导片，特地到巴黎的旧货市场买道具哦。来，先帮各位画重点，新专辑发布时间就在7月15号。啊，小编掐指一算，上次发新歌已经是2年前，距离上一张专辑也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期间啊，歌王不断给粉丝挠痒痒，去年释出说好的前奏《完全体》呢，到现在还是不见踪影，直到5月才放话。如果我说6、7月发新专辑，你们是不是又补新了嘞？我要写首老歌，我就用老的麦克风，对，录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啊。哎，不对啊，老大，那个你要老歌的感觉，用电脑就好了。我不像你，好不好？音色虽然可以调整成好像是那种老旧的，为什么变成我在拿？音色可以调成那种感觉，没错。但是呢，这种氛围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歌王这回真的不放鸽子了，网络上疯传的专辑预购单还写着最伟大的作品，就会让网友笑说只有他我们才承认这个名字哦，只有不是收官之作就不要用最了，否则下一个就是依然最伟大的作品吧。杰威尔音乐对此回应，网络讯息很多，请以公司官宣为准，请大家耐心等候。虽然那带点中二魂，但是周董都取名过地表最强了呢。小编先信了。可以的感觉啊，不然这种老的钢琴一弹的那种整个感觉都来了，但是写的就会很真的很老很老的歌。哎，你是创作者有局限吗？喜欢吗？好，爸爸也给你100多万的欧元，太扯了啦，100多万，不是爸爸不买，我们不要写那么老的歌，我们就写近一点，去雅马哈找看。写歌，你刚刚不说钢琴不要买那种太贵的，他写一个比较近代的歌曲，车站就有钢琴了，而且在这种环境，写歌超屌。你们几个先去喝咖啡，哇，楼上啊那边都很漂亮啊，先不要管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去歌剧院配唱，你看我们穿这样，这个环境。我听你在讲的歌剧院是你家开的，你说去就去。好，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相信。这路应该蛮酷的。哇，不只是酷，真的是，这个真的哑口无言。我跟你讲，那个因为歌剧院很大，我们先找适合的地方配上，好不好？对。这里也不错啊，这边录也可以了。那这边好，就适合拍 MV 啊。对啊，适合拍 MV 啊。哇，超美的。现在录音，录音比较重要。录音我觉得还是在那边录好。对啊。哎，帮我那个 vocal 再调大声。你心目中得奖的人是谁呢？又有谁会得奖？哎，在一个礼拜金曲奖就要公布名单了，心里是不是有想要支持谁？我来告诉你，今天我请到两位非常非常专业的音乐相关的人呢。哎，因为有一些评审，我们本来想找他了，但是他们就说，哎，我不方便来啊，没关系。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呢，哎，也是一样非常厉害的。来分析到底谁会得奖，而且这两位曾经有一位呢是以前有预测100%全中，他叫做金曲仙姑，是不是啊？仙姑，我们来欢迎我们第一位的预测者，我们的乐评 Eric。嗨，大家好，我是 Eric， 也是非常知名的 DJ 呢。他除了在台北相当知名的夜店 Abrazo， 还有大溪威斯汀酒店呢，也有在做DJ 的工作，他也从事 DJ 的行业已经有大概有7、8年了吧？哦，十年了。对，话不啰嗦，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奖项呢，我们就来分析这几位，大家看一下，许光汉，我以为他是演戏的耶，
没有，他其实开始出道的时候，他就是先赢。他其实最早好像是想要当歌手，最早想当歌手。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种子唱片有想要签他，然后那个时候可是、哦、对，其实最早其实他其实他真的原先是要当歌手的。你们知道他有演过 MV 吗？我知道，他演过，对啊，很早期。而且他今年入围了新人奖，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而且许光汉的音乐，我觉得这个风格，因为我看过他本人，我觉得他偏高冷类型，嗯，但私下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以前也当过模特儿，对，就是模特儿都会给人家有点距离感，可是他的音乐却反而很像是我们是朋友，大家一起出去很贴近，很贴近生活的感觉，对不对？来，两位评审就来讲讲看了金曲新人里面这些入围者，你觉得哪一位是你心目中可能是今年新人，或你觉得他最有潜力的，一定是可以得奖的？我们请那个仙姑先来讲讲看。但是因为他刚刚先讲到许光汉，我就想补充一下许光汉的东西。是，其实那个时候当在决定要入围名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许光汉有可能会入围，是因为颜值吗？我不知道评审有没有把颜值放在里面啊，但其实我必须说，因为这张专辑是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就是他做了一个是以 ANR 为导向的一张专辑，就是 ANR 很清楚歌手知道他的大概声音的方向在哪里，然后声音的本质又可以到驾驭哪一些歌，所以他收了很多适合在他音域里面的作品，导致于这张专辑你会听起来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都会非常流畅，你会不想要 skip 掉任何一首歌。但是你心目中到底谁会拿下这个奖？新人吗？对，我当然要压我自己好朋友雷琴。这样子会不会有失公正？这一来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认识雷琴的时候是在日本的一个音乐节，然后那是一个台日音乐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是边打鼓边唱歌。那你要知道，打鼓是要一个非常注重节奏感的人，但是你要在注重节奏感的同时，你又要一边对着麦唱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他本身的那个 grooving， 他的律动感完全融入在那个节奏里面，然后你就觉得他非常陶醉在那个打击乐器，然后又可以很 enjoy 在歌唱世界里。那我觉得那个律动感非常强劲，然后加上这张专辑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玩很 chill 的音乐嘛，其实你看这个入围里面，这个很 chill， 这个很 chill， 这个更 chill， 三个 chill 起来，可是这个的 chill 法不一样，是因为他把南岛元素里面放进去，那我们本身台湾就是一个岛屿国家，所以它加入了很多南岛元素进去，我觉得让这张专辑整个音乐性、聆听性，那个世界感会更加丰富一点。你这样讲完，我都觉得他不得奖好像不行。对耶。那你心目中还有没有除了他之外，如果真的评审的口味的问题，黑马还有吗？我跟你说，以现在这个网络上有一面倒的声势来看，柯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一个，因为其实在发片之前，在网络上 YouTube 的单曲就已经有百万的点击率了。那去年一发专辑，马上就在数位平台上面造成洗版式的讨论。那我必须说，柯拉其实是因为他们其实这个作品里面除了有台语、有国语，那还有加上日语跟原住民语，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多种语言的一个混种的专辑。那它里面的写歌的议题又触及到很多台湾历史部分的一些故事，所以有时候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反而很像在阅读一本台湾的历史小说。我都跟人家笑说，这是教育部应该把它编进去当教材的一张专辑才对。那以这两个人在目前在 indie 圈的声势来说的话，其实他们应该会是这个新人里面的黑马，就是我会觉得他们得奖的几率也非常高。对，我私心是觉得许光汉啦，因为蛮帅的、啊。你是因为帅的关系吗？其实每年金曲奖啊，都会有一些我觉得算是惊喜吧。像前几年有像是茄子蛋啊，嗯，对啊，像今年我就有发现一个，我觉得他超厉害的，吕彦良。你没有听过他专辑吗？所以你自己是稍微压给他。其实我私心会投给他，他十八岁对不对？他今年十九岁。哦哦，对对，去年入围嘛，对，今年是十九岁。我觉得听起来我很惊喜耶，因为他的那种驾驭歌曲的能力是完全超乎他这个年纪的，而且我觉得因为他真的太年轻了，我觉得年轻就是本钱。然后他是一个来自上海的一个十八岁，现在应该还是学生啦，对，就很年轻。对，然后他唱一些 R&B 的歌，然后有结合一些 fusion， 就是一些爵士的曲风在里面，我觉得超厉害的。对对，我蛮看好他的。他叫专辑叫 Fresh Soul 嘛，他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灵魂。如果说是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克拉奇的赢面应该是最大的。嗯，对，因为他们现在人气是最高的嘛，然后就是在 indie 圈，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歌曲的内容，就是除了讲到历史之外，它又有融合各种语言。那对于这个台湾来说，我就算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尝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是年度歌曲，
这个年度歌曲呢，我自己很私心的，我觉得《玻璃心》是一首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曲。可是其实我选的年度歌曲刚好不是这两首，那你是选谁？我其实选《如果可以》。那我就先不用聊了。干嘛这样？不是为什么？因为其实论流量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是超过这两首的。我记得《如果可以》大概已经是6700多万，然后破亿耶，他有破亿吗？没有，他5000，5000，他5000，他也5000，我记得是这样子。对，然后为什么会选《如果可以》？是除了当然《月老》这部电影很红嘛，然后那其实去年有两部影视作品的歌曲很红，上半年就是《当男人恋爱时》这一首，那下半年就是《月老》的《如果可以》。那会选《如果可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华语歌曲从来没有一首歌可以有中文、日文、韩文三种三声道的版本，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一个歌曲造成的一个影响力。那你想知道《月老》现在已经上映差不多半年，上映超过半年了吗？你知道他现在串流平台是第一名的点击数哎，所以你就知道这首歌它的传唱度、它的流行度以及它对这个整个社会氛围影响力造成多大的回响。那去年的得奖作品是《柯在》，那既然《柯在》都有，《柯在》也是因为造成一个巨大的传唱的能力、能量，对，影响力。所以如果顺势的这样子一个逻辑，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赢面好像比这两个再大一点点。如果是我选的话，因为我本身有在夜店放歌嘛，然后因为我有，对，因为我在 AB 放有时候会放中文歌，然后对，就是这一首，对，爱情你比我想的还要伟大。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近年来，你知道，其实像这几年来啊，能够造成大合唱的歌真的是屈指可数，因为在夜店要可以放。那当然，如果可以之后，因为我自己有混嘛，重新把它混成那个混音版，它也是有很大的合唱的能量。可是比起《茄子蛋》，其实说实话还有落差一截。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让全场沸腾哎，很厉害。我觉得年度歌曲好玩的就是在这里。其实照这样讲，其实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有它很大的影响力跟它的一些含义，但是就是论流量表现，这三首是最跳出来的啦。那我们就请这个仙姑先来讲一下，你觉得谁会是今年的歌王？像这位已经是三金了，但他还没有拿过这个奖。对，当然如果我自己私心的话，我当然会想选广仲，因为我觉得广仲这一张专辑，应该说，其实这是他第二次入围男歌手，上一张专辑《What the Fool》他是第一次入围男歌手，就是他其实是。过去他第一张专辑就拿了新人奖跟最佳作曲嘛，可是中间他其实好一段时间就是被金曲大门拒于门外，对，基本上是跟金曲去绝缘的。直到上一张专辑他回归到民谣的作品之后，然后才开始就跟金曲奖有一些关系。那后来就HIYA，那拿了非常多奖，然后最后又柯在又拿了一座年度歌曲，他真的后来变得得奖率非常的好。那这次励志润他入围了4项，那包含了这次的歌王，我会觉得非常有机会让他是首次以歌手的这个身份得到得奖。因为原因是因为这张专辑除了他自己当制作人，他有把所有的东西都顾及到非常非常的精准以及非常的丰富之外，我觉得在歌唱的表现呢，因为柯在的关系，好像让他的 vocal 有更明显的知道他在唱歌的方式要怎么去好好的掌握。他可以很高，他也可以用很多假音去唱。那据我所知，他这张专辑在录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去年遇到三级警戒嘛，他是把麦克风放在他们，因为没办法去录音室录音，所以他干脆在家里录，那把麦克风放在他们家的衣橱里面。在衣橱里面录音，那在这个最安全的地方，然后用他最熟悉的方式去把歌曲所有的情感毫无保留的全部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 vocal 上面这张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细，所以我很看好广仲，所以他是你机会，他是你的目前的第一名嘛？对，第一名。而且我觉得现在要入围这个奖项真的是越来越难，因为你要会唱又要创作，对啊，基本上就是对啊，然后还要你要对今年评审的口味。我觉得一直偏红真的很难抓，是因为评审每年都不知道是谁，所以就会真的是有一种在猜测的感觉。你们不是有知道一些评审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不会是你们吧？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可能在这边讲话吧？这样子，好的。那 Ken 你觉得呢？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私心的话，我会投给黄轩诶。哦，对，他的曲风其实我觉得是蛮新颖的。对。因为不过当然，我觉得最佳男歌手他评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歌手的能力，就是说他歌唱的能力这一块。
那如果说是论歌唱能力的话，我可能会投给马念贤。马念贤，他整张专辑我听下来啊，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就是很秀的东西，对对对 对, 对，而且你用新的合成器去做旧的东西，做一些怀旧的东西，他就是做一个比较八零年代的感觉，嗯，对。然后呢，再加上说他的 vocal， 我觉得他 vocal 非常行云流水，嗯，就是真假音的转换啊，或什么的，就整张专辑听起来是非常一气呵成，而且是完全不会有压力的。嗯，所以两个人的想法是有出入的。我们两个完全选不一样、啊。对, 對、啊，你们完全是就是。但是我也很喜欢。其实这也是代表了我们就是中奖率很高， okay, 因为我们选了中了六个，我们选了四个，不要说我不准了。哎、欸，如果这样还不准的话，那我只能说评审的口味很特别。接下来要来大家。就是万众瞩目的，我觉得每年都很可怕的一个奖项，是因为呢，这个奖项它每位歌手的知名度都太高了，然后每个拥护者会互相，就是大家不要这样骂来骂去。我们今天请专业的音乐人来告诉你为什么谁可能会得奖，好不好？大家先息怒，好不好？啊，如果我们没选到你选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留言，然后你爱怎么样留就随便你，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因为我预期。我希望有人可以来刷新金曲的新纪录，就是你说蔡小姐吗？对，这位姐姐她可以呢成为歌后中的歌后，因为目前她跟阿妹的纪录是打平的，就三比三，就是三比三。对，那她能不能就是真的拿下冠军呢？她本人是说就是平常心这样看待，但是她也很期待，如果可以得奖，有奖干嘛不拿？当然了，对，有奖干嘛不拿？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好音乐，他当然对自己的信心度是很高的，对对对，那就要看我们两位会不会得罪姐姐咯。不要说得罪啦，你也知道，反正你也知道奖项就是如此残酷，总会有一个人要跳出来，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自己觉得心头好。其实我觉得这六位当中我自己呢是还蛮看好飞的。你现在先点出他，所以他是你觉得最有可能得奖。我自己觉得他最有可能会得奖。其实我觉得飞这样做的真的很精致，而且就是在玩，因为其实他一样是纯粹在走电子这一块的领域、嗯、但是他融入很多世界音乐的元素放在里面，然后从第一张专辑那个声响，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种女娲补天或是就是大地之母要来临的感觉，那个就是那个很多那种很辽阔的声音在你耳边这样咻咻咻咻来去，然后他的声音表现也是感觉出哦，他很有企图心，想要完成不一样的流行歌，应该说其实有点超越那种流行歌的东西。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些编曲，你会反而会想到以前早期在听 FIR， 像什么《千年之恋》啊，那一种很异国感的那样子的作品。那是什么时代的歌？大概是十几年前吧。对，那我会觉得。因为他这次也是一样做制作，自己是制作人，那找来三位制作人一起合作啊，包括像卢立明啊、陈君豪等等的，然后所以我觉得都大师、啊，对，其实就玩出很多很有趣的音乐。所以你说其他专辑都不是大师？当然不是这个原因、啊，但其他专辑都很棒。那我一直觉得这他的那个突破企图表现，其实会让人家更眼睛一亮，就会觉得哎、欸，好像可以颁给他这样。我自己觉得啊，今年的。气势来看的话，我当然私心是投给飞，其实私心是投给飞，但是我觉得气势的话，汤雅也是有可能拿第四座、嗯，因为我都会觉得哇，这张专辑让他一次入围了八项，那个气势感觉就好像他是要来拿女歌手的，就是那个气势有做起来，是 是, 是，对，然后加上因为其实这两年大家都被疫情所困嘛，那这一张专辑真的是以疫情为灵感的作品，对，专辑叫 Depart 出走，其实就有一点符合我们现在的心境，就是说我们被困在这个国这个岛内，大家都很想要赶快买一张机票飞出去玩。那你看它的开门曲 Bluebird 青鸟就象征了自由的意义，它其实是有连贯性的，所以基本上它的这一次的整个概念，我觉得就是完全符合在我们疫情当下的一张作品。那当然蔡健雅的歌唱功力本来就是一直都很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又回到它过去那样子有点都会民谣的风格，就是因为前两张玩也是玩一些电子乐的内容，所以这张又回到了用吉他最纯粹的一些歌声，然后加上世界音乐的一些编曲铺陈，那展现出最纯粹最真实的 vocal， 就是返璞归真的感觉，有一 点, 點。而且他这一次也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家里面去录。对啊，對，大家都很喜欢在家里录音，就是疫情逼所有音乐人全部都给我在家里做音乐。Ken 你觉得呢？我的话，我私心会投给飞，也是飞。对，因为其实大地之音，我觉得他很让我惊艳，这张专辑很让我惊艳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脱离 FIR 之后呢。他现在我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非常努力想要做一些比较艺术的形式，对对对对对，他是努力想要把艺术跟商业做结合，那我这张专辑我听到他很棒的一个成果，
然后不管说编曲啊，或他诠释的方式都好，我觉得都完成度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像里面很多词曲作品，我也是觉得是开创华语音乐的另外一种可能啦。接下来还是我觉得相信有很多我们这个颁奖观众呢都很期待的奖项，因为呢这些都是片尾曲的，就是歌手们。嗯。然后呢这个奖项是台语歌王。我那天访问萧煌奇，我说萧老师，你还想要再拿奖吗？他说如果有奖干嘛不拿，可以拿，我当然希望可以拿，因为他觉得奖项对他来说是一种让他知道有没有离开这个今年流行的这个状态，他是不是要修正。因为他说比如说最近有人就不愿意不想报名金曲奖嘛，那萧老师他就觉得说我要报名我才能修正我是不是有点像是那种成绩单啦，我今年成绩怎么样，而且他说报名也不一定会入围啊。对啊，如果没有入围那他可能就有机会去审视他这一年的作品是不是意有所指吗？没有啦，怎么会，我没有讲谁意有所指。对，没有，就是报不报名这件事情当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只是我说萧老师他觉得他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借由金曲奖来让自己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今年台语歌的入围实在是太多元，太多元啦、啊！光小嘻哈歌手就占了两个，对对啊。然后像大只也是，对，所以还是要请仙姑来预测一下，你觉得台语其实真的虽然不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领域，但是我自己私心啦，我会压给张武哎。因为张武其实在之前在金鹰奖已经拿过了最佳嘻哈专辑跟嘻哈歌手，然后其实最近有很这一两年的歌坛，他的作词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都跟一些 R&B 挂的还蛮有一些缘分的，比如说像之前孙盛熙的作品里面就有听很多张武的词。那这次他挑战台语这一张专辑其实也是有很多比较风格比较有点，他自己说有点像是在很像在做聊斋志异的那种感觉，还是封神吧因为忘。然后重点是我记得那时候第一首歌就写叫头七，对对，头七，然后有趣，而且还找阿爆来合作，而且他在 live 的时候，他还自己办告别式，对，很狂。我觉得他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想法在。对。然后我也觉得，因为其实今年让两个嘻哈歌手入围的这个奖项，我觉得又有一种好像这个奖要有一个台语饶舌歌王出现的感觉。那导基但不用说，导基校长嘛，他有他的意义在。但是我会觉得，在这个奖项，如果要求创新，求一个有未来前瞻性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国语歌手都跑去做台语歌，然后也都做一些比较非传统挂的台语作品。对，那我会觉得张武的那一种风格好像又在更打破大家对于台语歌的一些想象，所以让他跳出来拿到台语歌王，我觉得是蛮有机会会发生的事情这样。那接下来也是死亡之组，这个也是很可怕哎、欸。台语女歌手，这好几个都已经得过好几座，然后有一个是一直想得都得不到，对，反而一直生小孩。对啊，还是夫人、欸。我刻意把这位夫人呢摆在第一位，因为我可以采访她。对，我对她的专辑，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这个风格，因为她给我听完以后很有那种百老汇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那个不是台语歌应该要有的既定印象，可是她却让你觉得是一个很有传统又有新潮的那种感觉。包括他的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他当然两张都有入围，对。只不过这一次，我有跟他笑说，哎，那这样会不会专辑概念比较完整？这样子上下半场评审都听过了。他说，哦，没有，其实下半场还是下半场，因为今年归今年，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他的。他有区分出来不一样的东西，运气是怎么样啦？对啊，那我们来请仙姑说说看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我觉得还是先压张涵雅、欸。你也是给张涵雅，我是选张涵，因为当然撇除说他入围了已经六次还没有得这一块，我们姑且就叫他男版许富凯，可以，或是台语版梁静茹。不要，梁静茹没得。梁静茹今年还忘了报名。对啊，对。反正 anyway 我会觉得说这样，因为其实他在去年前年出了上半场的时候，其实就让我蛮惊艳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玩一个台语爵士的东西，那。我记得那时候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他那个唱法，我那时候直觉还想说，哎呦，是追名林琴是不是？那个整个氛围感很像，很有追名林琴的味道。
然后后来这一次下半场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爵士风格再拉成变更大，是以 full band 的形式做，所以他有更多的铜管乐进去那个元素，那好像变得有点，他说他自己有说下半场有点比较回到像1920年代那种一战的时候玩，一战结束之后大家有一种比较 relax 的心情，然后会去 party 啊那一种的氛围，所以他把这样的台语风格跟这样的曲风结合在一起，然后又加上他自己妈妈的身份。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的内容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以前大家都知道张含雅是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嘛，对。然后以前星光大道他都会唱那一种铁肺大哥，可是这一次其实上下半场我们都可以听到他好像舍去那种过去那种铁肺歌喉，反而用很内敛的声音去诠释，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他的 vocal 是可以很游刃有余去掌握的。而且我问他说，那如果又对又乌鸦嘴嘛，这样抠抠抠，如果又就是不小心没有这样子，那怎么办？他就说，那我下一张就出国语专辑，改报国语，改报国语。我就说，这个想法很好，因为换一个战场嘛。对，其实这几位都已经不是旧人了，对对 对, 對，不是新人了啦，他们都已经是很久，没有，我们还是第一次入围。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得过，你要选谁？我选江蕙仪。对，我就在想，对，真的原因很有趣，这种对他真他专辑其实是有趣的耶，就是我觉得台语歌除了说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要打动人心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唱比较传统的那种台语歌嘛，那像张含雅还有我说的那个江蕙仪，他这一次他就是挑战完全不一样的曲风。对，他就是有很多国语歌才会有的那种编曲，然后不管说是情歌也好啊，快歌也好，我觉得他整个专辑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多元的，然后你也可以听到他声音在各个曲风之中的驾驭能力都非常的好，对，就让我蛮惊艳的啦。就没想到有这号人物，就是不是张含雅就是江蕙仪，他应该要得了啦，对啊，好像应该要给他，对不对？对啊，对。好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入围的歌手，他们其实都是在做一件有点像是大家都知道 fashion show， 他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远见，因为他今年做这个专辑，一定是明年才会让大家听到。所以他们呢，除了要展现他自己唱功呢，我觉得每个专辑的概念都很重要了。那不管怎么样，能够入围呢，其实金曲最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让大家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所以如果你有觉得我们没选到谁，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也许你的概念或者是你的意见好像才是对的，我们一起来预测好吗？但我们这些呢就让你们来参考，我们目前呢选了这几位，那会不会中呢？代表我们个人立场，请大家本人立场，大家不要过度解读。金曲奖呢到底谁会得奖，真的是令人非常的紧张啊，好期待啊。另外一个呢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了最近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综艺节目《原子少年》，我们这次呢独家专访了天王星，来讲一下《原子少年》有多红好了。他们呢最近办了一个千人的演出，然后呢，一张票要5888元，结果这个 VIP 的门票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秒杀了，一分钟内好像就卖完了吧。这个人气之高重点是他的黄牛票还喊到30000块，真的是不容小觑。这些年轻一辈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原子少年到底有多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独家访问吧。男团选秀节目《原子少年》日前已录制完总决赛，千人粉丝演唱见面会要加5888元的 VVIP 门票，一分钟内抢光光。外传那黄牛票寒价到30000元，临时加开的线上直播门票也卖出了3000张哦。其中人气爆棚的天王星，就算公演前五天临时被换歌，表演还是超炸的。这个现在现在手拿了冠军后，怎么感觉还是快要窒息？面对自己怎么自信？一次自己为自己决定，该要面对几个质疑？怎么笑着笑着没得笑，自信接着笑。日记要掉满 story， 让我把门敲开了。三年没找我的三年，站着笑着没门，妈妈 proud。紧张我的心。在节目的时候真的会蛮自卑的，就这个世界就这样嘛，反正就是你们就继续这样子啊，你们就都不要看到我没关系这样之类的。我觉得那有时候是一种对舞台的渴望吧，就是你就会很想
站上去，你把它展现出来，人家不喜欢没关系嘛。我不是那个地下嘻哈的啊，他们都是做音乐啊，玩音乐。我想说，是想要起来在那边弄，是在那边欺负人，还是要怎样？因为他给人家感觉就觉得说，好像你们都不是什么东西，我最屌这种感觉，因为他都这样。对。我这有写歌，你们可以什么的时候可以问我，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来干嘛？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防护心态，他们可以讨厌我，他们会注意到我，但我不会是一个被消失的角色。但我也不是真的这样想，但是就是那个潜意识是这样子做的，对，所以，对啊。但你成功被讨厌。对。我觉得改变最大应该是看对，应该说看一件，不是对。我在想要怎么讲，我在想，改变最大就是，就算当了艺人，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就是像原本的自己，就是可以聊天啊，然后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我觉得是因为遇到他们，我才有办法继续这样。因为我跟那个地球的祖安还不错，然后他之前就跟我讲说，哦，你跟小孩应该不合哦。他那时候要认识大家这样，然后他以为他认识我，因为我跟他讲过话，可我觉得我跟他很不熟，然后他说，这个好不重要。然后我心里想说，太没礼貌了吧，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啊？但是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人就这样爽爽的，他是有礼貌的人，但是他就是没有脑子，应该这样讲。我前期的时候是怎么样都不会被发现的一个人，就连我们那时候宣导片的时候，我都站在 C 位了，还是没有人看到我。我是只有到那个，就是我有台语趴出来那时候，我才被看到。我被粉丝们伤过蛮多次。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好像直播吧，直播结束就有粉丝在外面等，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等，好像拍完小孩吧，然后转过来不知道要找谁，他这样对着我转掉。我那时候想说，你至少做个样子吧，我心很痛。不要看他外表这么的阳刚，他其实很容易碎掉。玻璃心，对，天王玻璃心，永远我都是粉丝人数最低的那一个。对，然后因为我现在是，我其实很开心，说因为那个我们第三次公演的时候，有人看到我的台语怕，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我的粉丝都这么的 at， 就是都很想要我骂大家。你们敬请期待，我会有更好的作品发在网络上。对，所以。继续喜欢我，对，然后有机会可以拍我。对，好的，我们的秀慧姐呢，我们来看看这是她的直播画面，有没有讲到口沫横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次不是她跟白云了，而是她跟台一线的这个小鲜肉阿文，两个人相差9岁。这个被传出姐弟恋，杨秀慧很紧张紧张到开直播要跟大家澄清，澄清什么呢？澄清说绝对没有的事情啦，因为呢，人家阿文已经有家室了，有老婆小孩了。这个杨秀慧啊，就是跟这个阿文两个人传绯闻，然后杨秀慧就说啊，拜托大家啦，不要再乱说了啦，这样影响人家的家庭，不好啦。然后呢，也说很谢谢这个阿文的老婆，也算是相信杨秀慧这个姐姐啦，也没有觉得说啊，两个人传出绯闻怎么样。杨秀慧这样子还没完哦，又把这个白云给抓出来了啦，又扯上了之前两个人传绯闻两个人说要在一起，这次又说。不然还是跟白云在一起好了。到底秀慧姐，你的情归何处呢？桃花真的是最近朵朵开而且 后面这个白云还有来留言，两个人这样一搭一唱，好像真的私底下是不是有什么？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杨秀慧跟白云配不配啊？我个人是觉得，好像两个人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如果他们两个人一起，先不要讲交往了，一起出来开个直播节目，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笑的，而且。这个秀慧姐还说，白云你等着我，我要把你吸干。这个白云还说，好，还是先去投胎好了啦。我们来看看秀慧姐到底直播呢，怎么样来澄清自己跟阿文两个人的恋情。我们今天有看到新闻吗？小鲜肉新闻搞得好像我是桃花发电机哦，什么城门山，什么马国贤，什么白云，哈，现在有个阿文。难免你在讲我跟刘德华的哈。难道啊，就是这个领口刘德华让咱们秀慧姐抛弃了白云吗？22号有周刊爆料，他的新欢是台一线团员阿文。新闻炸锅后，杨秀慧情商火线开了直播澄清。我还跟他讲说，拜托你，人家阿文是有家庭，不要乱写。万一人家老婆
想不开，或者是起家庭革命，这样都不好。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这个空中小姐，我帮她生一个小孩。啊，我也要在这边哦，跟那个阿文的齐拉哦，跟阿文的齐拉说一下哦，谢谢你信任我这个姐姐，哦，啊，也要跟阿文的小孩说，你放心哈，秀慧阿姨是一个很正经的人，并不是像你在电视上看到我这样子不正经。你要学我怎样，我都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你说我跟白云弄绯闻就算了，因为白云没有老婆，我没有老公，无伤大雅。我真的很感谢这些记者先生朋友这么的爱护我，吓到我袂出色魔同款啊！我是香炉哟啊！我哪有可能跟阿文呐、啊？阿文不是我的菜，阿文是弟弟的，阿文佫减我九岁，嘛较正经的，我无法度啦，我报袂落。佫较戆的嘛会选白云，白云较有钱啊，阿文较无钱啊，对无？阿文大块，身体佫无好，阿用一间带起来钱拢咱的，对无？我气着啊！我要嫁予白云了啦。本来不爱啦，现在要嫁予伊啊啦。但是袂当传播我的财产。白云现在头壳莫名烧，要准备提亲啦，办一个世纪婚礼哦，应该也很不错啦。可是我首先我要了解一下，到底现在白云是剩偌济啦？白云，你完蛋了，白云，不用怕，你是我的人呐、啊，白云，我会吸干你，我会吸干你。之前呢宣布欠了好几亿的碰哥呢，最近真的是努力的赚钱，要把债还光哦。那他最近呢来参演了三立的八点档《一家团圆》。哎，碰哥的加入，我觉得真的是可看度很高，因为以前就是看他的戏剧长大的啊，现在又能回来演戏，我真的觉得很值得一看。因为他之前还有演舞台剧，还有反串啊，我都觉得他真的很会演，而且演得很好看，很逼真。他之前还演过那个，你知道，有点像舞台剧版的那个《华灯初上》，他演妈妈桑，然后就是演那种河岸边那种卡拉 OK 店的老板娘。哎，那一出也是很好看，不知道他之后还会不会加演。总之呢，碰哥的演技真的是很好。但是呢，他这次回来演，他也很坦言说，哎，我就是要回来赚钱的。没错，碰哥加油加油，这个债呢，应该我觉得我对你有信心的，应该是还得完了。另外还有人呢，也有敲碗说，要不要顺哥也一起来，许孝顺顺哥也一起来演呢？这个顺哥就说，我觉得他回绝真的是也是蛮心疼的，因为他说他是有痛风不能熬夜了，然后呢，哎，不然这个身体可能就不太好了，所以网友也是暂时先放过这个铁狮玉玲珑的这个搭档。但是呢，我觉得顺哥也没把话说死了，他有讲一句，他说不然去客串一两集也是可以，那就是白天拍完了、啊、来看看缘分。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碰哥加入这一家团圆，我们来做的访问。你注意呀，逃过来！对，这两只像啊，刚刚运动起来，他都几年用。哎，碰哥起床赚钱了，他在八点档《一家团圆》担起里长伯一角，距离先前客串演出家和万事兴已经是12年前了呢。那你这次决定再演八点档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赚钱呢、啊？刚刚还去谈一个 case， 就是他们有一个参赛的短片比赛。准备当年就提供去我们来拍这个东西、oh. 所以我想做一些比较可以留下来的，我想建立我们这家 IP， 就是这个人的作品是什么，但是卖光比如说卖光不能是我的戏，一切按部就班，比方说现在你在说你敢不敢再拍电影，不敢了、但是必须你只让我专心的创作或导戏就好，其他我也该不管。儿子就是会关心你的就是状况吗？我们家习惯不把关心挂在嘴上。儿子比较委屈的是在他一，我认为他是一夜之间成长。你过去在，反正你伸手就有东西。忽然间灾难一来，连他也嘎进去，他就整个有一点震撼教育。那你有印象他说你什么？很难听吗？最重的一句话就是，那你是逼我跟你切割了。那你怎么去排解你的就是负能量？自己一个人独处，那最好是照着镜子对镜中的自己讲话。所以每天都会这样子跟自己加油吗？对，然后看镜子又会吓到。我演艺圈这么久，唯一的遗憾，你没有演过坏人，好想演反派。
那种 老流氓，在一副慈祥啊祥光普照中间泡茶，然后啊杀人，机会拜托给我一个机会。这一出应该没办法。讲一下这次跟你搭档的那个老婆，钟嘉贞了。对对对对，你们以前合作过吗？这么说，岂止合作过，我还没有进演艺圈就认识。那这次你们两个搭配的时候，觉得对方有什么新的火花？念不在呢，气功那至少是熟嘛，熟就很好。像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亲热的戏，是假的，是假的。如果徐贵英我就不怕，为什么？因为是熟。嗯。可是哪里叫萧红梅？我不认识，可惜吧，在旁边啊，他一直骂我，你可不可以亲啊？你都不像，不好意思。哦，你不敢主动去亲的。天哪！那你该不会想要这一出有亲热戏？哈哈哈哈哈！那么胖啊！不。好的，还记得那个他抓得住我李立群大哥吗？之前他到中国去发展，然后呢，因为中国封城嘛，封城以后他就开始讲说，这个地方都没有东西吃，引起很多人讨论，在抖音上面的人气大涨。OK， 现在呢，李立群大哥要回来台湾了，还讲说，一年多没有回台湾了，回去好好休息。但是我对中国的这个情感太深了，没想到网友全部骂翻了，一堆人呛他说，继续留着啊，不必回台湾啦、啊，讲这么多是在留退路吗？真的很聪明哦。然后情感那么深，怎么舍得离开？不知道大家对李立群有什么想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呢，李立群他的近况到底是如何？出不去，我出不去呀、啊！我真是很佩服我们中国人，佩服我们上海的市民，47、8天没出门没办法，你说就是供体时间呢。那怎么会47、8天了还清不了零，我就不明白了。有的人家已经没米下锅了，应该是封城的时候来不及买，所以他们家那一代有一些人家已经没有米下锅了，孩子已经在饿肚子了。李立群大哥练成 Chinese 功夫，透露目前拍的戏已经杀青，7月3号准备凯旋归来了。70岁的他3月底遇上上海封城，玩起抖音记录防疫生活，粉丝数暴增到885万，老戏骨摇身变成网红呢。2022年5月21号，浦东封城应该有56、7天了。这56天以来，白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这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有的人说我快疯了，疯不了，就是封城嘛，怎么会疯呢？谁封城不是疯得快疯了？那也得疯啊，个人事小啊，那要顾大体啊。我这一生过得实在太平凡了，我中间也没遇到过什么困难。学的是航海，开船的，结果21岁还没毕业前一年，接触了话剧社，就爱上演戏了，一路演到70了，今年解封完了我就退休了，我就回台湾退休了，做一个良好老人，在山里头射箭、种菜、养猫。最近往往有很多这种谣言，就是说什么李立群，封城期间封的受不了了。把3000多万的古董家具都砸了，我有这么大魄力吗？然后就说什么封城期间，啊，少赚了2000万，你怎么不说我少赚了20亿？我听着还光荣一点。就这种完全不搭嘎的那种谣言，让我觉得他们何苦呢？就为了蹭流量这样蹭吗？我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台北的，台北南边的。南边山里的，那里叫新竹。7月3号我就回台湾，一年多不回台湾了，回去好好休息。但是我对大陆的情感太深了，等到疫情过了之后，来来去去方便了，我随时会回来探亲呢，看朋友什么的。大家多多保重，回台湾去，老头回台湾了。台湾现在疫情更严重，说我一年多没回家了，得回家，然后可能一年多以后再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这段时间大家在抖音上看到我总是一个人在那边说话，偶尔看到一下我女儿，
有人就问说你老婆呢？我老婆在台湾，我在带着我女儿在大陆拍戏，赶上封城了。我回台湾家里去之后，我也会在山里住着。那个时候如果我还玩抖音发抖音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在山里的日常生活。有的粉丝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写，这两天我的抖音，为了等我的抖音，等的都花开花谢了。什么事情，不会花开花谢啊？除非像思想这么大的事情，连主义都会花开花谢。思想啊，孔子思想，柏拉图思想，思想比较大，思想大概就会一直影响人们比较时间比较长，那就不敢去评论了。记住啊，多磕头少说话。大家还记得任贤齐吗？以前阵子都在演戏，最近呢他出了一首新单曲叫做对我好一点。这首歌呢在他6月23号生日的这一天呢上线咯， MV 呢跟歌曲大家都可以听到咯。想到任贤齐，我想到以前他演笑傲江湖啦，然后心太软，伤心太平洋，是不是很好听呢？不妨呢你也可以来听听他这一首新歌对我好一点，而且他里面有大咖助阵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MV 里面，我们待会呢就会播给你啦。好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麻烦呢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啦。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也欢迎留言在下面啦。那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也喜欢的话呢，欢迎跟我们留言一起互动啦。不要忘记了哦，每个礼拜天呢我们都会有新的节目上线啦，记得哦帮我们开启小铃铛咯。我们下礼拜见，拜拜。下雨下了一整夜，我也想你想了一万遍，湿哒哒的空气凝结，哦哦哦，这难熬的夜，晃来晃去在你的面前，你却故意假装看不见，冷冰冰你不可再恋，哦哦哦，我的心在下雪，希望有一天依偎在你的身边，手牵手肩并肩聊天，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别耍脾气和小心眼，你的微笑是我的春天。小心眼，你的微笑是我的春天。迷迷糊糊又过了一天，还是那个样子没有改变，看着镜子我孤影自怜，哦哦哦，流着泪我的脸，希望有一天依偎在你的身边，手牵手肩并肩聊天，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别耍脾气和小心眼，你的微笑是我的春天。对我好一点。
多做的，请你